大家新年快乐，我是杨波兄弟吕嘉轩。12月31日礼拜四暗时7点半，在咱杨波加油站对面举办活力样演谱迎接2021跨年晚会，邀请到向慧玲、王中平、杨哲、曹佩丽娜、大庄正凯唱歌，让咱大家听。某某家族买来哦，现场有咱演谱样式集、好礼摸彩活动，好食都好耍。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演谱乡公所提供。